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这样，你跟左良，你们两个人到石门路，我去静安寺路，再去摸摸情况。那明天夏伯伯那儿，我还有必要去吗？我觉得有必要去，趁这个机会探探口风，看他跟黄道会和林梅到底什么关系，为什么走那么近。虽然他是你父亲的朋友，但是我们对这个人必须要做一个基本的了解。听见枪声，他应该回来呀、啊。难道是阿四出什么事了？阿四会些功夫，一般小毛贼碰不了他。而且这屋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。林科长，我分析了，要不然就阿四走得快，已经到了码头，上了船；要不就是有高手来过。高手？你何以见得是高手？他们在撬我的门，我朝院门开了几枪。按理说，一般小贼早被我打死了。可是咱们刚才也去了，一滴血都没有，这说明来的不是一般人。要不然这样，我们先去码头看看阿四的情况。晚了，船已经开了。这样，阿四要是正常回来，就说明一切正常。我总觉得今天晚上的事非常蹊跷，我还有一种预感，这件宝物很有可能就在静安寺路。别喝了，给我，你拿开，我没醉。别喝了，我真没醉，你也没醉，你是装醉。我没醉。您回来了。夫君，贾太子，怎么能喝成这样？该休息了，我先睡了。有什么情况没有？目前没有发现什么情况。千万听好了，只要发现有可疑的人，立刻就抓。是。等等，一会儿从这儿上去，房顶上离这里更隐蔽。是。走。我帮忙吗？
小袋子，你好点了吗？吐完了就好点了，睡吧。再不舒服的话要告诉我。嗯，快睡吧。雪红，你说话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，雪红，进去再说。坐这儿，慢点。雪红，雪红，雪红，过来。我刚在路上遇到他，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也不告诉我。佐藤这个王八蛋，我非逼着他不可。佐藤，我非杀了他。要干嘛呀你？你现在去不是送死吗？佐藤这个王八蛋，雪红一定被他糟蹋了。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吗？咽不下去也得咽。现在去等于送死。那你说，我该怎么做？先忍忍，从长计议。我告诉你啊，千万别胡闹。去吧，安慰安慰他。我走了。哎，我和雪红的关系，你可千万别往外落。放心吧。我要提醒你，我哥不是省油的灯，你在他身边多留个神。谢谢你，去吧。雪红，说的对，我真不该去。